有好爸爸呢，当然也是缺不了好妈妈。那日前呢，全家去美国过暑假的小 S 就公开了一组自己与三个宝贝女儿的照片。首先我们来看三女儿 Alice， 那照片当中的 Alice 呢，或者是在儿童车里面，或者呢是在小 S 的怀抱当中，十分的温馨可爱。另外呢，小 S 还晒出了和这个丈夫还有大女儿这个合影的照片，其中的一张在泳池嬉戏的照片里，小 S 穿着比基尼出镜，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只看到她性感的背影了。好的，今天微博热点就是这些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精彩稍后继续。明星大乐透，稍后您将看到十年选秀梦一场，选